那紫罗兰的乐曲呢，优雅曲风，古典浪漫，抒情摇摆，那创造出许多动人的旋律。那我们就把现场交给我们的乐团喽。好，谢谢，感谢我的主持人，同时也在这边跟大家打声招呼。Hello， 现场的所有与会的朋友、长官、贵宾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先给我一点热情掌声好吗？ Yeah. 谢谢，我们是紫罗兰乐团，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共度这个非常棒的夜晚哦。那么天气有一点炎热，也希望大家要注意我们自身的健康，适时的补充水分哦。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呢，其实会安排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，如果会唱的话，我欢迎各位可以大声一起唱出来，也希望呢借一些歌跟各位都有多一些互动。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把你的双手借给我们一起打个拍子。那么在这一开始呢，先带来一连串耳熟能详的这个台湾台语民谣，把它串在一起的组曲来献给你们。等一下，我们可以一首一首来猜看看是什么歌，好不好？有没有人已经听到前奏，你知道什么歌了？有人知道吗？想要猜看看吗？先讲好，这不是有奖征答。小姐
得会喜欢。而且呢，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大雅的这个所有的居民朋友都非常的热情，谢谢你们，太赞了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其实我们在台上一直有两位我们大提琴跟小提琴老师，而接下来呢，也希望可以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棒的演奏曲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两位带来的康康舞曲。那么这个阶段也希望各位也要把你们掌声献给我们喽，谢谢。我们就是众所瞩目的第二阶段，我们抽奖，所以接下来。